叔叔是周杰伦。我知道了。啊，行行行行，你怪怪的，你叫我小齐吧。小齐爸爸，儿子乖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。叔叔这首歌其实很重要的，请问你是合肥人吗？是的。哎呀，过来过来，叔叔来合肥应该去哪里玩？然后是应该吃什么东西？去上海。你叫叔叔去上海？请问一下，你知道叔叔是谁吗？叔叔是周杰伦。行行行行，你怪怪的，你叫我小齐吧。小齐爸爸，儿子乖。你最喜欢叔叔哪一首歌？在路上。你有没有练习那个什么？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。你来看我。长大你是知道，叔叔这首歌其实是很重要的。这是你的小朋友吗？对，就是我儿子。这是 Made in 合肥吗？Made in 合肥。那你是误闯了森林被爸爸逼来的吗？自己想的。请问一下，你有听过叔叔的歌吗？很多。我们来考验一下，叔叔有一首歌你这辈子一定要学会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我唱。爸爸不用担心了，一定追得到女朋友的。